我是婷秀，今天我要来介绍的歌曲是《Match Day》，这是一首模拟野猪正在兴奋跳跃的情景歌曲。作曲家利用不停的交换节奏，来呈现出活泼感。鼓棒拍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需要保持断音 （staccato），而六棒拍则需要连音 （legato）。一起来看看，我好像小白兔跑出来的表演吧。